Hello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今天就是点了一份，微博上一个妹子给我推荐的一家外卖，叫中村屋。然后这里是一份那个烧牛肉套餐，然后这里是一份小丸子，然后另外点了一对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芝士蛋糕。然后给你们安利一个特别好吃的那个麦片，哎。我刚才等外卖的时候把它拆了，就是 O H L A F 这个麦片，它里面它有四个味道，然后今天吃我打开的是那个树莓的，因为我昨天拿到的那快递，然后我拿到的时候就马上拆了一盒那个巧克力味的，然后就是拌着那个酸奶吃的，就是还蛮有饱腹感的。昨天我吃了。一罐这个，然后拌那个酸奶，然后吃了一个拿破仑，然后就是吃的挺饱的。你看，是没那么大。我刚才干吃了很久，然后今天就没有拌酸奶，就买了一罐旺仔。超过我的虐点。到了那个，再上去。我觉得比那个卡乐比要好吃，而且现在卡乐比又不能吃了。啊，上面还有那个，他家旺仔好好吃啊，老板！真的吗？什么旺仔？就那个燕麦片，哦哦，你要来一形口容一吗？下，我在吃蛋，你去吧。因为还有那个草莓干和那个树莓干，就酸酸的。好久没吃旺仔了。吃什么呢？吃这个，他们家我没有吃过，我第一次点，然后我就点了那个销量最高的这个烧牛肉。蔬菜吗？不是白菜帮子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积极来做，让他高兴起来的事情，这两个人怎么可能？算了，其实已经他家那个洋葱炒特别的香，好吃，推荐这家。肉的分量也蛮多的，这是香肠。这样子，这香肠味道很奇妙。它的肉要比普通那种烤肠要软一些，那种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子的，甜甜的。然后章鱼小丸子，这边章鱼小丸子有点贵，要28块钱，才只有6个。嗯，不过超好吃的。感觉对学生党来说，点外卖这种稍微贵了一点，但是吃真的挺好吃的。这土豆泥上面还撒了一点鱼子酱，里面有那个玉米。哦，它应该有撒一点千岛酱，我吃出一点酸酸的味道。啊、等一下，玩会儿。去了，姐姐，走嘞，房间。等一下，没吃好。超级软的这个。这香肠里面有脆骨在里面。黑豆，看不清楚，就黄萝卜，大根底下有黑豆。是白露英，我不认识，我就听说过。太好吃了，它就是本来那个不是干嘛，然后它现在泡了牛奶就软软的，就你看这个牛奶颜色都有点变红了，就像草莓酸奶的那种感觉，奶昔的感觉，超好吃的。好好玩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小罐多少克，75克，它如果半蒜的话一半就够了，我昨天吃了一点半，就是还是拌不开来。我忘了带了。
你不用排队。你根本没个瓜想。好吃，这么快啊！哦，他自己啊，他好心机啊，让人家一个人一个，他跟一姐一个。一个人做这不会哭出来吗？太过分了吧，真是的。那做的不把也哭一哭。我靠，好可怜啊！连做摩天轮还要一个人做，嗯、一个人做摩天轮真的很想哭的。嗯。嗯他们俩也是一个人一个的。哦，他们俩把电话打起来。哦，他们俩把电话打起来，知不知道一个人是一个人的？咦，我真是，你不会陪他做吧？对啊，你不会陪他做吗？嗯，我突然站在这里吓我一跳，好笑的肚子。他妈妈还在这里呢。放在你妈妈来，我洗个衣服。啊，好。那我就慢慢来。我挺瘦的，是不是？我他妈也回来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去吧，去吧。秋葵，这是人叫什么？没有，你肚子为什么会叫啊？你不吃饱吗？没有问动，你不动。哦，那是不得了。干嘛了你？狗脸。太肥了。冷冷。冷冷冷冷。他妈才小心点。我都在国内陪他去了。忘了什么事情呢？他们不是都是要出国吗？谁要出国？小时候出国。哎，陆长出国了，也不是说的吗？他可能他想要出国的。嗯。陆长那个高三毕业出国了，后来出国。陆长后面出国了，他妈不是就说过的吗？不管学什么，都是要出国的吗？他是去学建筑吧，我觉得。这是挺好的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他学建筑啊。好像是哦。他学经济的，学经济的。真的。断桥是学建筑的。断桥是谁？断桥是风下国学。你老师往前面走呀。知道张超吗？不是，那是青田。那是后来遇见的那个，我记得他是，好像读书还蛮好的，就是在便利店工作的。是的，对对对。好的。他说他们那个地方还是他们家。后来遇见去他们那个地方好像。遇见之后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就是那个虾卷。我记得遇见之后还是跟青田在一起的。嗯。这样子的。断桥好像出车祸了吧。跟青田为什么分手啊？这边还有一个，把它给捞起来。是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他留下来的吗？没有，可能就是跟他说心里这些吧。嗯，就觉得很同龄人吧，觉得就是。嗯，这最后一个料上面料特别多。
花时间。我是第一次用那个旺仔泡这种，这个我觉得妈妈都挺好，很好吃，但是看不出它脸是歪的。我上个学期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我跟室友就是买了那个青芝麻，我们是去洋码头买的。哎，凤江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人，是两包半吗？青芝？哦，还是一盒半？一人一盒半。就一人一盒半，那个时候就是，就是那种成团的嘛，然后就买了三盒嘛，两个人。然后就是拌着那个酸奶，然后去买了那个卡乐比，然后晚上就是青汁拌酸奶，然后放点麦片进去拌。他说天天这样吃。我觉得他没画眼睛不像你觉得。那时候也不是这么好，没事。不同意。广告禁止怎么可能？他说禁止，那我广告有太多负面影响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绝对了，他说怎么能禁止广告？我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就啊，就我写成这样的，没有，我都写不同意，我写不同意呗，我就说广告应该部分嘛，应该好的影响比负面影响好多一点。啊，我是写 restricted， 你要把它禁止掉。限制啊，限制广告。限制，我的。但是他没有说是那坏的广告有关系。对，我也是发生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很纠结，所以把我肚子痛起来了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我做第二篇阅读的时候，蚊子来咬我了，我还在那边打蚊子。好啊，那现在多少？第三篇。快点浪费。我第二篇就撑不过去了，老包。怎么是咬你？是不是难受？我一直在那边抖腿啊！哎，你先写什么了？上次竟然在裸写什么？就慢慢来呀。哦，你是先写了，我真的。阅读的吗？
对啊，你是先写作文？我写作文的，对。真的假的？你是这种？嗯。哎，我是论翻开，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人会先写作文？原来就是你那个，就是我。这番茄。因为我动作写很慢的，我写不好。那拌番茄吃不吃啊？不想吃了。我也不想吃。不好吃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早上刚考了那个写作，然后那个写作它前面还有三篇阅读，然后考第二篇的时候那蚊子就来叮我了，然后还在那边打蚊子。他这边还送了那个布丁。他这个干嘛？嗯，没有叫你。我的视频二十几分钟。你视频里看不到我的吧？看得到的呀。真的啊？嗯，你的五官都看得到的。真的假的？骗我吧。我已经躲那么远了。哎，这个是限制，那应该是同意的吗？二十几分钟要把它断掉了。要不要分上下了？你一直以为是定制啊？你不要动。对呀，我以为是。限制呀，限制，但是我再吃一点吧，因为我怕他等一下视频要分段了，他23-24分钟就要分，要不视频太大了。说是因为商家要赚钱，所以不可能消除广告。消除广告是什么鬼？太可怕了，没有人。今天作文是说，就是说，现在广告就是对孩子，对年轻一代就是。有不好的影响，然后要限制那个广告，然后是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这样的。主要他说不是限制那些不好的广告，他说的是所有我有。他没有说 bad 的话，当然是。我觉得现在作文题目都。他就是两方都是可以的，他这好像又是雅思题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老师退。自己人气。Go。好烦啊！我买哪种？水晶这本用不用了？嗯，带过去。这什么？用不用碰一下水？你该看看了吗？好的，需要怎么？什么？知道吧？做我们做了，你走这里你不喜欢我，你们不分是非黑白的。别在我面前谈恋爱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录到这里了，因为这边时间有限制，希望它只是一段的，不分上下。